Let's go。香港怎么能不吃港式茶餐厅呢？叉烧滑蛋饭做得真不错，奶油猪鲜鲜软软，一口下去真是香迷糊。接着去吃下一家，演唱会完来吃宵夜，和老板穿了同款。哇！那么今天就由武老板亲自挑选食材，别管我会不会挑，我挑的一定好吃。但超大一只的皮很香，但是它会打，还有和我手一样的大肠子，一会就把你们统统吃掉。看吧，都是刚刚我挑的，我就说我挑的都好吃。我们来到了，所有人都在说好吃的这家店，小菜王，上了一个我很久没有吃过的菜，乌贼鲍鱼串，乌贼鲍鱼肠。这个菜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了，在我的记忆里面，上一次吃是爸爸很多年前在家里做的。然后因为这个鱼肠这个东西嘛很难买到，然后就再也很久没有吃到过这个味道了。来尝一下，是不是那个味道？嗯，啪掉了。是吧，它放了蛋，然后呢里面是鱼肠，有鱼的鲜甜的味道，又有鱼肠的那种鲜浓的奶味儿，再加上鸡蛋的那种嫩嫩的味道，加起来真的一个字不缺。推荐你们来吃哦。沉浸式直播开始。我要来徒手扒皮皮虾了，教你们一个吃皮皮虾很快速的方法，那就是先把它的这些爪爪呀都先扒掉，它再扒里面的肉，它的肉就不会粘在它的腿上，这样吃就不会浪费它的肉啦。看它的腿上沾的都是肉，一点肉也不能放过。吃海鲜呢还是得下手，手套啥也不戴的那种，吃的才最好吃啊。可是我做的这个美甲吃海鲜一点也不方便。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？帮你把美甲卸掉。给你们看，好大的肉！哦，给你们吃，不给你们吃，给你们吃，不给你们吃，给你们吃，不给你们吃。好好好，都是我的。两只炒青菜吧。不要影响干涉我品尝此刻的美味 ，sorry。嗯，哇，绝！它真香，哎！就让我静静的享受这半分钟。点一个清炒食材，太好吃了！你点啊！应该怎么叫的？好吃。哇，它这个壳上面都是这个蛋黄，哎。沙沙的，嗯，沙沙的，好香哦！连壳都这么好吃，这个也好吃，那完了不好吃，这个也好吃，这个也好吃，那个还得尝。它的水好油，嗯，嗯，嗯 ，nice。蜡烛大螺，超好吃吗？我尝尝。虽然我们点的有点多，但是因为我们都很想吃，我们会把它吃掉的。没有什么多的，我觉得。哇、哦！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蜡烛大螺，好牛哦！真好吃，好大哦！你看，好大一个肉。
太好吃了吧！再来一个。这皮皮虾它就分成了几段。可是我的这个螺的尾巴断掉了。跟你们说，这个红花螺的尾巴是精髓。精髓，信我的，你去吃一口，这个太香了。这味道很特别，就是鲍鱼的鲜甜，中间夹了一丝丝果皮的清香，很嫩，好吃。啊哦，然虽然很脏，但是吃得很香。哦，真的巨大，巨大，看，啊，我的粉丝，我的粉丝掉了，我粉丝不能掉。掉粉了，不能掉粉，应该不会掉粉吧？你不会像他一样掉粉吧？不要，我会伤心的。啊，万一里面不掉，现在就把你们吃掉。啊，他们说你还是掉吧。好吧。哈哈哈，怎么他也不要我？没关系，我不嫌弃，三百块钱也值。好脆，好甜。刚才也没看到，好好吃，好好吃，好好吃。一会我们都吃饱了，都吃撑了，一会儿还能拍照营业吗？这好消化。Excuse me, bother me, my lover, my doll. I like the way the fragrance brings out her perfume. As for my coffee, no need for sugar. The world is sweet enough when she is in the room.